主持人 ，Hello， 现场六福村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小薇薇佳音。然后今天准备了几首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第一首歌叫做《蓝色眼睛》。今天现场是不是有蛮多活宝在现场的？然后今天应该也有很多第一次见面的新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小薇薇佳颖。然后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，其实我觉得蛮适合在游乐园表演的。这首歌叫做《东东路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这东东路它其实是搭配歌词，它有一些舞动的动作，不敢说是舞蹈，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和我一起动动你的身体。哎，坐着野餐的朋友你们好，准备好先跑步。走向东边的东东路，还是在西边的西西路，如果往北该有北北路，我是想走那边的南南路，西北边的山有东南方的海有高配森林里的大大树，想一起去寻找糖果屋。走上东边的东东路，还是在西边
的西西路，如果往北该有北北路，或是想走南边的妈妈路，我们却不小心坐在地上一起，我还在笑着拍拍屁股，如果有你我都不在乎，久不见了，蛮会跳了吗？走上东边的东东路，还是在西边的西西路？如果往北该有北北路，或是想走南边的南南路，西北边的山有东南方的该有那片森林里的大大树，上个星去寻找糖果屋。走上东边的东东路，还是在西的西西路，如果往北该有北北路，或是想走南边的南南路，我们却不小心迷路，坐在地上一起抱着哭，哭完再笑着拍拍屁股，如果有你我都不在乎。最近非常开心，因为我前几天发行了一首歌，然后那首歌呢是和 SHE 的 Ella 一起合唱的，歌名叫做《时光从不温柔》，那也希望你们喜欢。那这首歌呢，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含义在里面，所以大家如果听完有兴趣，也可以到 YouTube 去看一下 MV。然后我们带来这首《时光从不温柔》。时光的从不等候，说走就走，从不温柔，但我愿意在你身后。某一瞬，你映入我眼眸，
希望你们喜欢我写的这首《时光从不温柔》。好，然后既然都有机会在这边和大家聚在一起了，所以我们来拍一张大合照好吗？好，然后我们一二三耶哦，预备。耶、yeah! ！好 ，OK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，我这音乐还在放。OK， 音乐还在放，我就会有那种职业病，就会想要说，哦，怎么等一下要进歌，就会没讲话。好，下一首歌呢是带来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。那这首歌喜欢我吧？这首歌其实。你乍听之下会觉得这好像是一首写给喜欢的人的情歌，但其实这首歌是我写给家人的，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喜欢剪很短的头发，然后每次一剪完头发回到家，你就会感觉到家里的看你的那个视线就是会有点不悦，你感觉到他们不是很喜欢这样。然后后来就是我在长大的过程中呢，也不是爸妈眼中那种很标准的孩子，因为我就喜欢弹吉他，然后后来也很喜欢玩社团，所以现在变成就是一个很喜欢写歌的人。那他们可能希望我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但就是长久以来一直没有符合他们的期待，所以时间久了我就
有点觉得，哎，他们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是不是不爱我？就是不喜欢我的样子，然后也不喜欢我自己所喜欢的事情。然后我又不想要用一种很悲伤、很负面的方式去看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歌叫《喜欢我吧》，就想说，哎，我也还不错吧？那你喜欢我吧，好不好？这样的这种感觉，希望你们也喜欢这首歌，带来这首《喜欢我吧》。小朋友嘛，喜欢你啊！你喜欢我吧，喜欢我的样子吧。你喜欢我吧，喜欢我的红头发。你喜欢我吧，我有坚强和善良，让你知道有我在，其实真的还不错吧。
谢，再来这首《喜欢我吧》，我是小薇魏佳莹，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唱歌给你们听，谢谢。